野之夜了。在今晚，会有许多传说野兽的灵魂在这片荒野中苏醒。必须在我们之中选一个人，走进黑暗的荒野。这个人必须猎杀传说中的野兽，让这些高贵的灵魂安息。举起酒杯，敬神猎手，敬野兽猎人。宴会现在开始。猎人，等你吃饱就可以先行离席了，到荒野去吧，猎物在等着你。要在黑暗中找到这些灵敏的野兽并不容易，但真正的猎人总是有办法追踪猎物。伟大的雄鹿赫提尔出现了，赫提尔的速度最快，头上的角比长矛还尖锐。猎人，祝你好运。这是巨大虫母盖洛斯的踪迹，他生养的子孙繁多，挖的地道又深又长。前面那只巨猫正在喝水，它叫凯特林格，动作敏捷，是凶猛的猎食者，小心它的利爪和尖牙。巨枭叫赫伯洛克，他的利爪让所有野兽害怕，一到夜晚就纷纷躲起来，生怕被他发现。
先有一个目标。生前败在奸笑冤狱之王拉努夫手下，看来今晚拉努夫的灵魂与我们同在。神猎手，这些灵魂对你的评价很高，今晚出现的野兽都是传说中最有名的，这确实是我所见过最光荣的荒野之夜。看，是祖母法瑞基和威武的维索尼尔，大地之霸和天空之王都出现了。我必须靠近一点，距离太远了。我需要先有一个目标。回来暖暖身子，优秀的猎人，今晚就尽情享受吧。吃吧，多吃一点。敬荒野之夜，敬伟大的野兽，敬神猎手。你看来有心绪，thank you.
我只卖最好的东西。专心致志。我还不能使用那个道具，